用心的，为什么？你拢有在换新换新的，哎呀哎呀，拢有在学新歌呢。哎呀哎呀，啊，无这台个你敢有记会起？哎，可以的。啊，所以这首嘛是你的吗？我的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嘞，都有在学新歌呢。这台语要哪念？拍档抖音。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拍档抖音。谢依勋的歌啊。哎、欸，没啦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有什有个含义吗？哎、欸，拍档抖音，我第一次听过。哎，拍档抖音就是意思就是它是虫，但是给它抖音，哎，抖音嘛。哦，所以说呢，其实是后来要给捧过的意思嘛。哦，不信。是哦，这是好，就是原本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等一下这个歌词里面呢，可能就有写说呢这一首歌的含义哦。对，所以讲呢，咱今日的庆祝当属定就刚开始哦。对，因为呢安排呢，我们这个钢管辣妹呢非常多位，所以呢等一下呢再让我们小薇歌几首歌去安排完毕了啊，将为大家带来呢我们非常好看的精彩辣妹钢管特技秀，来继续安排几首。哎，来听看麦啊，好朋友。谢依君的新歌哦，来听看看哦，拍档抖音。歌声，朋友到底在跟你唱这首谢依君的歌曲，拍档抖音送给好朋友。
献的歌曲《糖豆筋》。谢谢，欢迎糖豆筋，感谢英雄，嘛感谢你再多的破声，破声拍到微博叫，我大家趁钱生，美金还阁新电票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嘛感谢。祝我平常的新人新路，大家路当家庭美满，笑开开，今年财富满出来，风头大展，大兴财，都会当好运年年来。我今嘛有认真听你唱的歌哈，原来这个歌词，拍档抖金，我知道意思了。什么意思？像迄真侪诈骗集团，有无？对对对，拢会来骗一寡迄个咱家真开吼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的那个有些独居老人呐、啊嗯，啊一寡阿姨阿婶哦、喔，在家里呢比较呢无出门。对，因为阿姨利息较无安尼啊紧。有时阵也来个诈骗。对对对，讲哦、喔，这是我伫阮厂里学出来的。金嘛。嘿，啊俗俗啊袂有利、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 对, 對，唔是99%纯金的啦。不是不是，伊内底是铜、嗯，啊外面镀那个金。对, 对, 对，就类似在夜市，不是都有看到那个金？对。喂喂啊，哎、欸、哦。你第一个头。哎、欸，我不是。啊、我这个食电作伤的呢，头头拄换过呢，安尼。喂喂喂。你的莫打较大。是安尼吗？是安尼吗？哎、啊，对对对。本来迄无啉咖啡的关系啦。小胖进来诶。小胖诶。哎、欸，我小胖进来，我小胖等下来就买咖啡啊。对对对。来，光进哦，我们今天的水姑娘哦，两首歌曲之后，特别为大家安排呢，我们非常好看的辣妹秀哈、哦，小机的也要给你给哦，等你换有这机大机的哦。来，老师音乐下了哦，一共。来，邀请我们的小薇为大家带来呢，我们非常好看哦，舞台上呢，邀请我们水姑娘专业的舞姿来呈现呢，我们热情洋溢的风采，来邀请。